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，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。我们应该怎么做？要多做运动，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，保持健康体重，不吸烟不喝酒，还要做大肠癌筛查，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。好简单，即刻上 colonscreen.gov.hk 看看吧。